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。二舍离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时从今日乃至明存，皈依佛陀两祖中尊，皈依大摩利欲中尊，皈依僧伽诸中中尊。二舍离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时从今日乃至明存，皈依佛陀两祖中尊，皈依大摩利欲中尊，皈依僧伽诸中中尊。二舍离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时从今日乃至明存，皈依佛陀两祖中尊，皈依大摩利欲中尊，皈依僧伽诸中中尊。请看大经课注第633页倒数第四行啊，倒数第四行谢陀光啊，十二光里面第九啊，第九个谢陀光见颂仪，魏译本里面没有啊，就是康僧铠的本子里头没有啊，颂仪的本子有，故古注释未有注解。古时候这些祖师大德们，他们注解无量寿经都用魏译本，就是康僧铠的本子啊，没有人用颂译本，所以这个谢陀光呢，祖师大德没解释啊。但魏译中啊，有阎王与无称两光。啊，阎王光跟无称光有这两光。我们看坛鸾法师的赞啊，佛光照耀最低，故佛又称光阎王。三途黑暗蒙光起，是故顶礼大印供。又神光相离不可名，故佛又号无称光。印光成佛光赫然，诸佛所叹故顶礼。那么有上两句实在呢，都是赞叹谢陀啊，虽然没有谢陀这个名号，可是意思有啊，那么这个阎王光跟无称光有这个意思啊。下面我们接着看神光立相，因光成佛，实现谢陀光自觉之德。那么这些都说明
人以本，以的名号有不相同的啊，但是从意思上看呢，能看得出来啊。我们一般呢，习惯上用唯一本，那么汇集本是由五种原一本选集出来的，字字句句都有根据，啊，都是原一本的经文，所以这个汇集本就像海鲜老和尚给我们作证，它是真经。怎么叫真经？字字句句都是释迦牟尼佛说的，以经大师们给我们翻出来，下联句老句是汇集，没有用自己的意思来写来翻来汇集啊，汇集都是用原译本的字啊，原译本五种都是佛说的啊，都是根据梵文本翻译的啊，没有一个是自己造的自己想的，没有啊，都是由原译本做根据说明。这个汇集每一个字都是原译本的原来的字啊，这就真经。黄念老的注解也如是，你看他用了83种经论，110种祖师大德的著述，他所引用的都把处处说出来了啊。那么换一句话说，也不是黄念祖老居士自己说的啊，经论上说的，祖师大德所说的，他也是字字句句都有来历，说明这个注解是正知真见啊，都是取性于现前与后世学习经教的这些同学对他产生信心，不至于怀疑啊。净宗是著名的难信之法啊，一般对净宗怀疑是正常的啊，那个不怀疑不分别不执着，这样的人是善根福德无量劫修成啊，遇到这个经就能信就能发愿，必定得生净土。这底下说神光立相应光成佛，这两句话是显解脱光自觉之德。佛光第一，三途蒙光，这两句话是显解脱光觉他之意啊，能度六道众生啊，是从此两赞合赞，合起来看啊，合起来做参考看，正显解脱光的得意啊，解脱光之德，
解脱光德的利益，啊，自利利他了，利相成佛，放光普度，这立相成佛，立相两个字重要。佛跟凡夫差别在哪里？就在这一句，众生学佛着相了，着相是迷呀，着相生烦恼啊，是凡夫啊。啊，阿罗汉就离相了，小圣啊，能够出离六道轮回。着相决定出不了六道轮回啊！啊，这个我们一定要知道。啊，眼见色，色是相；耳听声音，声音是相；看得清楚，听得清楚，这是自心般若，起作用啊！不着相啊，为什么不着相？相是假的。啊，《金刚经》上说，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。啊，要着了虚妄的相，把虚妄当真，这是六道众生。六道众生包括二十八层天、欲界六层、色界十八层、无色界四层，比我们聪明，比我们智慧大了啊！他有神通，六种神通都具足啊！他是凡夫，为什么着相？十二光佛，这十二光都是阿弥陀佛。阿弥陀佛的别名，为什么有这么多的名号？自信、智慧德能，无量无边的。一个名号不能包括，那怎么办？佛的名号无量无边啊，把无量无边的名号归纳成十二个，十二也是代表圆满啊，用十二光啊，代表佛光普照啊！啊，这些光的名号都是光的德用啊，从这个地方建立名号。马明菩萨在《大乘起心论》里头告诉我们：啊，学佛。尤其是学大乘，大乘是菩萨了，小乘着相，大乘不着相。啊，小乘要立五类的见惑：身见、边见、见取见、
戒取戒、邪戒这五种戒，他不执着了，他放下了，但是他还有分别，还有起心动念，所以他不能成佛，只能成阿罗汉。阿罗汉这个名字是梵语音译的，意思是无学啊，就是小学毕业了，小学里头他无学了，他毕业了啊，称之为小乘四果啊，初果是小学一年级，小乘一年级，他破了五种见悟啊，他没有身见，不执着身世生活，没有边界，边界是对立啊，他不跟一切人事物对立。戒取见取，我们中国人叫成见啊，某人成见很深啊，成见是执着自己的想法看法啊，认为是对的啊，见取是因上的成见，戒取啊，这个戒取是因上成见，见取是果上的成见啊。除这个之外，包括还有一切不是真正的事实真相，那就叫邪见啊，这五种错误的看法他没有了，也就是说初果须陀洹他的看法比我们要正啊，能看出少分的真相啊，我们不如他，我们把这些幻象都当作真啊，哪一个不把身当作我呢？把身当作我，就生很多很多的烦恼。啊，头是我，头会痛。啊，要头不是我，就不会犯头痛了。啊，身是我，你就感觉到不舒服啊，没有身见的人不会感到不舒适了，这个道理我们要懂啊。为什么他能不执着？他听佛说法听明白了，身是假象，身不是我，啊，不是我，作用就大了。我们要戒假修真，假我，戒假我去修真我。真我是什么？真我是本性，自信。慧能大师开悟了，悟的什么？把真我找到了。啊，你看，真我是清净的，真我不生不灭，这个假我染污。啊，真的不清净。啊，一个星期不洗澡，身上气味就很难闻，这是都不清净啊，染污啊，严重的染污啊，所以他明白了，这是假的，我用它，我不执着它，
用它就是《金刚经》上讲的生信，不执着就是无助，应无所住而生其心，是诸佛如来、诸大菩萨在人间应化起作用啊！啊，他应化就是生心啊，但生心跟我们不一样，他无助，他知道是假的啊，自身是假的，外面众生现象也是假的，没有一样是真的。这就教我们真正学佛，什么都放下，全是假的，念佛法也是假的。你看《金刚经》上说的好，法上因舍，何况非法，那个法是佛法，佛法是因缘生的，对众生有病呢，佛就有药啊，病好了药就不要了，病好了再还把药执着着又得病了，这个道理要懂啊。所以佛法不可以执着，马明菩萨教我们啊，怎么学，我们听讲经，立言说相，立名字相啊，名字相，名词术语，佛菩萨都是名词术语，假的啊，不能执着啊，佛菩萨都是假名啊，还得立心原相，心原相听着有什么意思？没有意思，那怎么个听法了？啊，不执着言说，不执着名字，不可以心里头起念头，这什么意思？哎呀，这个我听懂了，你懂什么？那真是迷惑。为什么佛无？佛是言语道断，心行处灭，你怎么会听懂？啊，听不懂为什么要听？真的会听懂，真的听懂，不执着那个懂就对了。啊，我懂了，你看你我啊，又懂得了，懂得是法旨。啊，我知法旨，通通在啊，道道地地的凡夫啊，啊，懂得怎么样？真懂了，不执着身相，也不执着佛经的这个相状，也不执着，啊，不执着言说，不执着名字，啊，也不执着我真懂。是真懂了，说我真懂了，可以给人说，但不能指出这一句话。啊，我真懂了，你没懂。啊，真正离这三种相的时候，你就真懂。啊，力就懂了，浊就不懂了，妙啊！啊，为什么？自信能生万法，这个万法就是全宇宙，圆圆满满的整个宇宙，一样都不缺。啊，所以佛教里头没有造物主，没有神。啊，佛人家说是这个宇宙是神造的，人是神造的。
啊，佛法里头没有设神造的。佛法怎么说？自信变现的。谁的自信？自己的自信。啊，一切众生自信是一个自信，自信里头没有分别，没有执着，没有起心动念。你要真正明白之后是什么状况？整个宇宙是自己自信变现的，离开自信没有一法可得，就好像做梦一样。诸位醒过来之后想一想，梦中哪一个不是自己自信变现的？啊，梦中的山河大地是自己变现的，梦中所有一切人事物也是自己变现的。离开自信没有梦可得。啊，梦是从迷惑的妄心所现，不是真心。啊，真心现一真法界，十宝庄严土是自信变的，妄心是阿赖耶，妄心是生灭心，有生有灭，自信变现出来的境界不生不灭。啊，所以诸佛如来的十宝土不生不灭。啊，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的宝土不生不灭。啊，阿弥陀佛的宝所很特别，诸佛菩萨的不是诸佛菩萨，可以说啊，诸佛菩萨的宝土是十宝土。这个菩萨是法身菩萨，明心见性的菩萨，他们住十宝土，十宝土没有生命，十宝土就是无量寿。啊，那么我这些一般住佛宝土跟阿弥陀佛宝土不一样的，就是一般诸佛宝土里面有迷惑颠倒的众生，极乐世界没有。极乐世界有凡身同居土，有方便有余土，那是众生呢。但是他得到阿弥陀佛48愿的加持，借作阿惟越智菩萨，十宝土下下品往生也是阿惟越智菩萨。阿惟越智菩萨住什么地方？住十宝庄严土。那换一句话说，极乐世界有凡圣同居土，但他的凡圣同居土跟十宝庄严土是平等。这就不一样了啊！所以阿弥陀佛的宝土超过一切诸佛的宝土，就是说的这个啊。方便有余土是十法界，也是阿赖耶识变的。声闻法界、缘觉法界、菩萨法界、佛法界，这四个法界没有离开阿赖耶，阿赖耶变的，所以这十法界里面的佛，天台大师、智者大师说给我们讲，六级佛，那个叫相似级佛，相似不是真的。很像啊，佛经上讲的那些佛的德行好像在他身上都看到，很像。
为什么叫相思不是真的？因为他带着有阿赖耶，但是他的阿赖耶所现出来的相全是正面的，没有偏斜。为什么？跟佛经上讲的完全一样，也就是佛经上所说的他全做到了啊，但是他还没有转世成智啊，比阿罗汉高明，阿罗汉不如他。啊，所以阿罗汉前上面有辟支佛，有菩萨，有佛。这个佛就是相思即佛。阿赖耶起作用全是正面的。没有迷。必须要转阿赖耶成大圆净智。转八识成四智，才能够脱离十法界。啊，脱离十法界就是化身菩萨，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啊，也就是说六根在六尘境界上不起心不动念，这个是佛了。我们能不能做到？做不到。为什么？起心动念我们不能掌控，阿赖耶起心动念啊，阿赖耶有四分，有相分，有见分，有自证分，有正自证分，有四分。啊，这个四分，正自证分，是他知道有这些现象，但是他自己不能控制，没法子掌握，频率太高了。就是弥勒菩萨告诉我们，一秒钟生灭多少次了？2240兆，单位是兆，2240兆次一秒钟，我们怎么能掌握？谁能掌握？世尊告诉我们，八地以上啊，八地以上啊，那个定功能够看到它，神看到它没有？我们看不到啊，我们的眼睛实在是太差了。我们能看到生，能看到灭，大概是1/2秒，1/3秒，我们能看到它的生命。啊，频率再高了，像我们以前看电影，以前那个电影是幻灯片，动画组成的，在放映机里放映，一秒钟生灭多少次？24次，24次，我们就没办法掌握。看到好像是真的。现在我们看电视，彩色电视画面啊，现在是进入到数码了，一秒钟多少次？100次。
我们一丝毫感觉都没有。啊，一百次我们就没有感觉了，控制不住了。把频率再加到2240兆次。啊，我想一般同学有这么一个概念，能不能掌握？不能，不能掌握，你怎么去转变它？难啊！啊，用什么方法？用禅定。华严经上，什么人的禅定？原教初住菩萨，别教初地菩萨，他们的定功能离十法界，离开十法界，往生到十宝庄严土，在十宝庄严土知道有这个事情。啊，一切现象生灭的事实真相，他不执着了。他要修，修到八地才能看到。那八地之前，41个阶级，八地是最上面第四个。你看，八地、九地、十地等觉，最上面的四个，看到就能掌控到，能掌控到就能叫它熄灭掉，才有这个能力，完全转八识成四智，干干净净。啊，所以我们讲。他确实是破无明正法身，无明习气在，习气没断。啊，为什么习气没断？他不知道，他不能掌控，能掌控的时候才能转，八地开始转，到等觉圆满，圆满就是妙觉了，他就超越。十宝图，这个时候这十宝图也不是真的，自信变现，回归自信，回归自信是什么？常寂光，也就是最后究竟圆满，融入常寂光。常寂光在哪里？无处不在，无时不在。正得妙觉果位，就融入常寂光，跟常寂光融为一体。这个时候才真正了解变法界、虚空界，能现所现，原来是一体。没有你我他了，没有啊。没有融入常寂光，还有你跟我啊！你看，在十宝图的菩萨很多啊，融入常寂光没有了，身相没有了啊！体是什么？体是光，光就是体，体就是光，光明像12光，你懂得12光的意思吧？12光就是一个光。那给你说无量光还是一个光，光有无量德，有无量的功能，有无量的功德，是这个意思，是圆满的功能，圆满的功德，
这个要相信啊！啊，学佛到最后就是融入常寂光啊。常寂光是宇宙的本体啊，这么大的宇宙是常寂光里头变现出来的。啊，佛法确实不可思议，妙极了。啊，所以诸佛菩萨无缘大慈，同体大悲，同一个常寂光吗？你我他是一体吗？喜欢的人跟我是一体，讨厌的人还是一体。啊，亲人是一体，冤家对头也是一体。什么问题都解决了。设法界是假的。佛国土也不是真的，啊，极乐世界的国土是现的，自性现的，它没有生灭的相，所以人长寿，人不老，永远不衰老。啊，树木花草常开，没有凋谢的。啊，他随心所欲，我想看牡丹，全面都是牡丹，想看什么就现什么，跟着你念头现，境随心转。啊，可是你在起心动念绝对没有执着，就是金刚经上无住身心，身心无住，啊，法身菩萨。啊，不是法身菩萨不行，身心不能无住，无住不能身心。啊，它不能够融在一起，是两把事情。到原初住，这就知道是一体。没有这个起心动念，没这个念头，所以他既身心同时又无助，身心跟无助是一不是二。啊，身心就是起心动念，无助是一尘不染，真妙极了。我们身心就不能一尘不染，一尘不染就不能身心。啊，这是我们能理解的。啊，由此可知，慧能大师到这个程度啊，身心他能无住，无住又能身心。啊，这就是我们比不上他的。啊，那佛教我们用什么方法？啊，对于知识分子。知识分子喜欢读书，就用读书这个方法去修无住身心。啊，怎么个修法？念，念遍数，念一千遍，身心。啊，身心里面有住，不是无住。啊，为什么呢？还有念头，念到什么？念到不生念头了，念得清清楚楚，一个字没有念错，一句没有念漏掉。啊，这一部大经念上十个小时，心里头没有分别，没有执着，没有起心动念，这就是无住。
无著是大定，是自性本定。能大师所说的何其自性本无动摇，那就是自性本定。本定能生心，生心又不离本定，这才叫真正圆满。《金刚经》上简单的讲四个字：无住生心，或者生心无住，有个意思。这个是修行功德圆满了。只要到无住生心，这个人就是化身菩萨。他六根在六尘境界里头，他能做到什么呢？看得清楚，听得明白。鼻能嗅，舌能尝味，没有一样不清楚明了，这是自性本具般若智慧。跟我们凡夫不一样，说他没有起心动念。起心动念什么？他没有好恶，没有说我这个喜欢那个讨厌，没有。样样清楚，一律平等看待，不但平等看待，看到他根本没有东西。自信的体，刚才讲了是常寂光，自信的作用是十八图。十报图怎么现的？无事无名习气没断干净，断干净就不现了。才能融入常寂光。没有断干净，住十报图，在十报图里头就是破无名习气，要多长的时间？大乘经上告诉我们，三个阿僧祇劫时候到了，习气自然没有了，那个时候就是等觉提升到妙觉。十报庄严图不见了，常寂光现前，就这么回事情。我们常常这样想，想是观想，对于修行有很大帮助。为什么？能放下了，肯放下了，欢喜放下了。那为什么不能放下？对这个道理不懂啊。这个道理是事实真相，诸法实相。实相是不可得，般若经上有，一切法无所有，毕竟空不可得。那个一切法包括世间出世间法，事出世间法都在里头。一切法真的毕竟空不可得，无所有。所以于一切法里头没有得舍这个念头，没这个念头。所以光，用光来说，这是达到最高的层次。三途蒙光，显佛光，利益他，利益众生。三途众生见到佛光，他
他解脱了，他离开三恶道了。至少他到人道来了。所以立相成佛，放光普渡。那放光普渡，这又说了。这光要度有缘人，阿弥陀佛放光没有停止过，光照哪里？照全宇宙啊，遍法界、虚空界，我们都在其中啊。那我们为什么没有得到利益？没有缘。放光是因，得度是果，这当中有个缘啊。缘是什么？缘是清净心。佛放光，我们心不清净，像晚上天上月亮，我们这个水池子水能不能现月亮？不能现。为什么？这水上有波浪，这水不干净，这水在动。所以妄心是动的，真心不动啊。真心能大师说本无动摇，那叫什么？自心本定。所以要知道自心是定的，真心是定的，这就是为什么要修定。定跟真心靠近啊，散乱跟妄心靠近。一切时一切处要修定啊，坐在那里一切放下就修定。定跟佛就相应，所以定中见佛，定中见光，境界提升了。这普渡啊，正邪解脱光的妙德与利益，于此亦可见古已差异啊。看看古人六种佛这个译本啊，六种译本古大德书至少啊有三种啊原本是不相同的。如果相同的，这个里头特别是四十八愿不可能有差别啊。五种本子里头四十八愿的只有两种，二十四愿的也有两种，三十六愿的有一种啊。这就说明梵本至少是三个不同的版本啊，否则的这是决定不应该有差别的啊。这个说的很有道理啊，证明了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介绍西方极乐世界常说，不是说一次。佛说一切经只说一次，没有说过第二次啊。只有这部经你都就看出来佛是多次宣说啊。内蒙的金教授告诉我，蒙古大藏经里面无量寿经大概有二十几种不同的版本啊。我是请他想办法通通翻成汉文啊，让我们看看还有哪些不同的版本
啊，足证古人说的话不错。啊，佛多次宣说，多次宣说就非常重要啊。这经能救你，能让你在一生当中成佛啊。那别的经上做不到啊。啊，为什么这个经靠佛力了？其他的一切经靠自力。要断烦恼，提升自己。啊，这个经是靠佛力。靠佛力要有善根福德因缘，弥陀经讲得好，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。那么每一个念佛人往生极乐世界，都是多善根多福德多因缘。什么时候修的？过去生中生生世世累积的，不是一世的。这也是闻到这个佛法，得到诸佛菩萨加持，所以能信、能愿、肯念佛、求往生，绝对不是偶然的。啊，所以这个法门一定要把过去无量界修行的，包括在里头。啊，过去没有无量界的修行不行啊。那过去是修行的功夫不到家怎么办呢？补。怎么补？拼命念佛就不说了。啊，有人关系门起来的时候，一句佛号念上三年，不足了。我们在过去看到一个人，宋朝的盈科，啊，这个法师看到这个法门之后，啊，疗房门一关，三天三夜，把阿弥陀佛经念来了，啊，不睡觉，不吃饭呢，拼命呢。把阿弥陀佛念来，就是他不足的都不足了。啊，阿弥陀佛告诉他，你还有十年寿命，到你寿命到的时候，我来见你。这人聪明，啊，抓住机会不肯放。我十年寿命不要了，我现在跟你往生。啊，佛就答应他了，跟他讲，好吧，三天，三天之后我来接引你。他三天之后真往生了。嗯，可以补足啊。啊，要真信，要真愿，要不怕死。那不是死，那是移民到极乐世界。啊，三天佛真的接引你。啊，这个不能放弃。我们再看下面第十尊安文光见宋义。安文，这个上面是个音啊，但是在此地念下面一个字同音啊，余下字安文同，身心深安心稳，无著罢苦不能扰，故曰安啊。山崩地陷不能动，这叫稳呢。这安稳两个字标准念老给我们说出来了。什么叫安？
什么叫闻？五浊，我们住现在五浊卧室，浊卧到极处了，一般人都忍受不了了，所以他不安。今天这个社会确实富而不乐，贵而不安啊，贵是有地位，有崇高的地位，不安呢、不像古人啊，古时候有安稳呢，现在没有。八苦啊，现在是非常非常的明显啊，生老病死严重啊，今天北京来的老大夫告诉我们，现在人的病苦比过去要增加10倍都不止啊！病从哪里来的？从饮食来的。现在吃的东西没有安全感，为什么？土地被污染。种的东西好像长得很大很好看，没有养分。科学家测验养分以前很小，但是现在长得很大，也真正养分只有以前小果实的1/10。它没有养分。土壤被破坏了，水资源被破坏了。你怎么办？所以小孩，小小的孩子，孩童就得很多奇怪病，不能治。给我讲到现在的医学，可怕。现在不能生病了。医生不给人治病。医生要钱。他给你治好了，才没钱赚了。他要跟你偷我，用这个手段赚你的钱。这是什么事情？我们听老人说，中国过去的旧社会里头，最受人尊敬的两种人，一种是读书人，一种是医生。这两种人为什么受人尊敬？他是救世的，他是救人的。教书先生穷秀才从前不能讲学费呀，讲学费那就变成生意买卖了，那就学店了。那这个太难听了，这老师教孩子是不收学费的。老师生活怎么办呢？这些家长们有钱的，逢年过节多送一点供养，
没有钱的不必收，还有家庭很困苦的，老师有时候还补贴学生。所以教授虽然穷，受到人民的尊重。啊，医生也如是，医生遇到病人救命第一。啊，不问有什么用药的话的时候，他真用啊。啊，病治好之后，你家里富有，多供养一点；你家里贫穷，供养不起，医生连医药都赠送给你。啊，他是救命的，他不是要钱的。啊，所以这两种人在社会上受一切人的恭敬。那现在没有了，现在都是商店，都是商人。啊，医院也变成商业化了，学校也成商业化了。啊，学校老师上课，啊，大概教一半也不到，剩下的呢开补习班，通知你的家长到补习班里学习，补习班不学习，你考试的时候考不及格，你说怎么办？啊，所以每个老师都有补习班，收入就扩宽了。这是过去社会的人想象不到啊，世界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？啊，佛法我们初出家的时候，老和尚告诉我，叫我放弃学经教，你学那个没有用，那不能赚钱，你没饭吃，那学什么经忏佛事法会，这个赚钱。啊，做佛事都有价码的，都有价钱。你说有什么方法？我说我不是为这个出家的。啊，我是为了佛法殊胜，佛法非常好，很喜欢。啊，那么有这个机会能乘船，这是好事。啊，再辛苦也无所谓。啊，佛弟子本来就是三衣一钵嘛，日中一时，暑夏一宿。啊，我们比过去已经好太多了，有个小房子遮避风雨，能吃得饱穿得暖，够了，其他的不要了。啊，一生接受老人的教诲，一门深入，尝试学习。啊，法喜充满了。夫子说的话不错，学而时习之，不亦说乎？啊，那个月就是佛法讲的法喜充满。啊，那么现在的佛教寺院好像也慢慢变成商店，
这个问题严重了。啊，要真正发心的人，舍己为人的人，要专攻精教。啊，老师没有了，老师没有了，方法在。只要依照这个方法，一样可以开悟。啊，这个方法要相信，不是迷信。你要想成就，一门深入，常识熏修，一生记住这一句话。啊，无论是学儒、学佛、学道，中国传统的学术，你要真正有成就，你功一样。啊，怎么个学法呢？就读书千遍，其义自见。啊，因为经论的分量差别很大。啊，般若心经只有260字。啊，那我念心经行不行呢？行。念心经不能算变数，算变数你学不成功，它太短了。啊，那怎么办呢？从头到尾念，一遍一遍的念，要念多少？念10个小时，给你算时间。啊，每一天不能间断，一天念10个小时，念一年。啊，这样念上一年，其义自见。心经里讲什么道理，你能讲得出来？为什么？1000遍是小悟，这1000天，1天10个小时，不能间断。啊，世间一切统统放下，这样念才行。啊，这1000遍念下去了，小悟了。啊，再念第2个1000遍，第2个1000遍念下去了，就大悟。啊，再念第3个1000遍，可能你就明心见性，大彻大悟。啊，所以不必要老师。3000遍下来之后，大彻大悟，你就是很好的老师。啊，你来讲般若经典，不会讲错。一经通，一切经通。啊，所以像华严经，华严经我们汉译的，3次翻译，除掉重复的部分，一共99卷。啊，从头到尾念一遍。一般华严法会里头，从头到尾念一遍。要5-6天呢。啊，他们大概1天是念4个小时。上午2个小时，下午2个小时。啊，那么要念10个小时的话，1天念10个小时，我估计能够念10卷，1个小时可以。念熟的话的时候，1个小时1卷；初念的话，生疏1卷要2个小时，99卷呢。啊，1年念下来，
大概只能念个几百步，啊，上千步是很难，念个几百步，这样大的经典，以十年为期，你先念上三年，啊，三年小悟，再念三年大悟，再念三年大彻大悟。无师自通，要相信这一句话。啊，这么说来，大乘佛法八个宗都可以兴旺起来。真正发愿，真正立志，把大乘八个宗派恢复起来，这个方法古人也有，宗门教下都有，自己到这个时候会有感应，感应佛菩萨来帮你印证，那总得有人印证，佛菩萨会帮助你印证啊，你的成就感应佛菩萨给你印证，你在这个世间就可以有一些真正这样的学人，你就有资格给他印证。啊，所以慎学，不一定学老师，需要有恒心，需要有定功，啊，永远不转弯，永远不换题目，啊，为什么？它跟文字没关系，它跟言说也没关系，它跟什么有关系？跟心有关系，什么样的心？是道心。我们经体上有清净心、平等心、觉心，觉就是自见其意，啊，觉有大觉，有小觉、大觉，有彻底的觉悟。啊，前身不一样，都在功夫。啊，最小的功夫就是清净心，清净心生智慧，染污的心生烦恼，不生智慧。平等心生智慧，清净心是小乘，平等心是大乘，没有分别，万法跟我是一体，没分别，没执着。啊，觉是成佛，华严、圆教、初住菩萨，大彻大悟，
明心见性，那就是觉。啊，觉里面有42个位次，是住、是行、是回向、是地，这40。等觉、妙觉，42个阶级，这41个阶级住十八土，妙觉回常寂光了。啊，所以这个地方讲，五浊八苦不能饶，山崩地陷不能动。我们先前用得上啊，社会动乱，地球灾难普遍的，确实山崩地陷啊，山崩今天叫土石流，地陷大地突然陷下去了，常有啊，啊，地震、海啸，还加上瘟疫啊，到处都有。啊，所以修学佛法的人，首先心要安稳。这两句话是要学的，五浊八苦不能饶，山崩地陷不能动。念佛的同学有特别方便的法门，那就是一句佛号，无浊八苦阿弥陀佛，山崩地陷也是阿弥陀佛，心里头只有这一句阿弥陀佛，除阿弥陀佛之外什么都没有，统统放下啊，只有一个念头，求生西方极乐世界，等待阿弥陀佛来接引，这就对了。又总经录言，永明延寿大师的著作，啊，这个里头有这么两句话，安稳快乐者在极尽妙常，安稳快乐是世间人说的，极尽妙常是佛法里常说的，意思相同。啊，只是我们怎么修啊？下面是念老的注解，又极尽妙常，即常寂光啊，是知生灭灭一，即灭为落，这是安的意思。啊，三寂一如，无来无去，是稳的意思，这个意思可就高了，真叫妙啊！啊，弥陀于极尽妙常中，妙光普照，咸令众生安稳快乐，立住生灭
是民安稳过。那怎么安稳？不起心，不动念，就安稳了。啊，六根在六尘境界里头练，练不起心，不动念，这个很难。这我们没有资格。啊，为什么？要见性的菩萨才有资格。啊，十报土的41位法身大师有这个资格。啊，那我们今天比他次一等，我们心里只装阿弥陀佛，除阿弥陀佛之外，什么都不放在心上，接近的安稳妙常。这功夫必要啊！啊，如何在这个动乱的社会、灾变的地球上，让我们心安？下面两个字。理得了，理明白了，心就安了。那一定要知道，所有生灭法是假的，社会动乱现象假的，幻象，地球灾变也是假的。啊，为什么会有这个现象？人心染污，人心妄动，所感得的这些现象，念佛人把这些事理都搞清楚了，不受障碍。啊，你动我不动，你乱我不乱，我能守得住，只守住这一句阿弥陀佛，幸愿持名往生净土。下面妙光普照，展开经卷，读这经文，就是妙光普照。那为什么？我们知道真妄都不可得，心回归到自心，这就安稳快乐啊！立住生灭，知道一切法不生不灭，生灭是假象，不生不灭是实相，是真相，这就安稳了啊！所以安稳我们可以得到。下面第11，超日月光啊，这一句好懂。静音乐，静音书里头说，过失色相，过是超过啊，超过世间的色相，名超日月啊，
日月这是世间的思想啊，超日月光。景心大师说：“日夜恒照啊，不同娑婆二要智慧，故超日月。”这个日月恒照就是常寂光，就是如来的安稳光。真的从来没有终止过，只是我们见不到啊。光世界真的叫光明世界，我们这个眼有局限，我们看的这个光比这个光波长的看不见，比这个光波短的也看不见，实际上比我们能见的这个光波长的不知道有多少，短的也不知道有多少啊。如来所放的光一切波度通通看得见，我们有障碍，所以要怎样能够见到我们肉眼所看不到的这些光线？禅定就可以办到。换一句话说，我们能够把妄想控制住，杂念控制住，看不见的光我们也能看见，那个时候宇宙就变样子了，就不是现在这个样子啊。这就是今天科学家所说不同维次空间啊。科学家证实空间维次至少有11度，那我们地球上人是这3度空间啊。爱因斯坦说第4度是时间，那我们加上时间顶多是4度空间。实际上4度空间的真相我们只能够猜想，我们见不到。所以说这些光这些问题，我们看到科学报告慢慢的能够理解啊，慢慢能够用它来解释佛光啊。佛所说的这个光，光明遍照啊，叫超日月。禅鸾法师的赞写得好啊，光明照耀过日月，过是超过，故佛号超日月光。下面有引用超日明三昧经，这经上所说的有一段话啊，这段话还很长，都是揭露在经里头的。日之光明照现在时，太阳照我们现在的时
人物软动，百骨摇木。第一句说的是动物，第二句呢说的植物，第三句说的是诸天龙神，诸天龙神皆因日辰菩提摩诃。那换一句话说，这些都是靠阳光，如果没有阳光就不能存在啊，动物植物跟这些鬼神天龙八部都要靠太阳。这个也许就是经上讲的逃离死亡啊，一定要依靠日月的，特别是日光。月光也是一太阳。啊，菩提摩诃。日不能照而铁为鉴。夜不能照人心之本，令开大眼。啊，确实没有听说过晒太阳开悟的，啊，没有，啊，所以他没办法照人心，啊，但照有心，不照无心，啊，无心的不需要他这光，超日明三昧。所以生者何呢？啊，这就是修这个修定。这个定的名字叫超日明三昧。啊，所以生者何呢？它殊胜在哪里？殊照十方，无边无际，三界无道，弥不彻常。这是修一种定啊，这种定修成了之后放光啊，就是超日明三昧。三昧是梵语啊，从意思上翻就是禅定。这个禅定的名字叫超日明。这个禅定的作用，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，突破了空间，啊，它能够照日月所照不到的地方，啊，它能照。日月有边际，这个三昧没有边际，是修成的，是三界、欲界、色界、无色界，这就是六道、五道、三界五道。五道是不说阿修罗，啊，阿修罗在欲界天算是欲界天一道，啊，如果是六道呢，就加上天道的阿修罗。实在阿修罗在六道里头通通都有啊，天有阿修罗，人有阿修罗，畜生有阿修罗，鬼有阿修罗，地狱有阿修罗，楞严经上说得很清楚啊，六道里面单单指天阿修罗，其他的阿修罗在哪一道就归属于这一道。
啊，人阿修罗，那就在人道。啊，阿修罗有大福报，有大威德。啊，但是他傲慢心很重，嗔恨心很重，好斗，喜欢打架，喜欢发动战争。啊，所以这样的阿修罗死了以后，他就堕地狱。啊，他造的不善业很多，伤害人很多。这叫三界五道，啊，弥补彻长，啊，这个定超日月、超日明三昧修成之后，能看见六道，六道轮回里面动物、植物、天地、鬼神，统统看得见，啊，能看见。啊，这个我们相信，功夫浅的我们见过，啊，功夫深的看整个六道的我还没见过，啊，看到鬼神道的我见过，啊，我们年轻的时候有个同学明眼法师，啊，还有个化容法师，我们同年好朋友，这两个人都去学密了，啊，跟这个上师学密，化容没修成功，啊，心不专，不认真，明眼很用功，很认真，啊。他修了一年，告诉我他能看到鬼神，啊，他在平常这六十年前，啊，平常就是一般大概在下午五点钟开始，街上就有鬼走路，啊，鬼的早晨，啊，他们就出来了，很少到晚上9、10点钟，密密麻麻，到处都是。啊，到天快亮了，早晨4、5点钟了，啊，就零零的很少了，跟我们的生活是颠倒的，啊，所以叫他阴界。啊，他能看见，啊，还能看到过去时的家亲眷属。啊，明眼法师是个很老实的人，不会打妄语，不会骗人，我相信他是真的。啊，那个时候我劝他，我们同年嘛，他月份比我小，我劝他到台中跟李老师去学经教，他告诉学经教很辛苦，啊，学会了讲给别人听，人家未必会相信。他说我学密就想学神通，我一现神通，人家相信。啊，所以那个时候我看他的相，脸上发黑。不是亮光，啊，脸上发黑。我到台中把这个事情告诉李老师，李老师人各有志啊，啊，果然，没多久啊，他就过世了。啊，过世那一年正好。我们三个人命运相同，45岁。45岁那一年，
三月法融过世，五月明言过世，七月我害一场病，我就晓得时间到了，我们三个人都过不了六关啊，所以我也不找医生，也不吃药，是我那时想，医生只能医病，不能医命，寿命到了，你找医生干什么用？念佛，求往生，念了一个月便好了。啊，第二年，我在善导寺遇到甘珠和佛。啊，甘珠和佛告诉我，他说我们平常在背后都谈你，我谈我什么？谈你人挺聪明，可惜没有福报又短命。我说这个我不忌讳，在我面前可以说，我说我很清楚。啊，他说你现在不一样。啊，那个时候我讲经12年了，我33岁出来讲经，12年。他说你这么多年的讲经累积的功德，说你的寿命会很长，你的福报会很大。啊，这修来的念头转了，自己寿命不要了，啊，住在这个世间干什么？续佛慧命，弘法利生。啊，别的统统放下。就老师，就张家大师，劝我出家，劝我学释迦牟尼佛。啊，教我读释迦谱，读释迦方志。那个时候这书找不到，大藏经有，我们在善导寺把大藏经找出来，还好不太长，释迦方志只有一卷，释迦谱有4卷，所以我们就抄了一份。啊，老师说学佛不能对于释迦牟尼佛不认识，你要对他不认识，你会走弯路，走错路。啊，你一定要认识他，向他学习。啊，这个是张家大师指出我一条道路。啊，我们一生就走这个路。啊，走得很辛苦，想一想，释迦牟尼佛3亿步，释迦牟尼佛一生没见到他，啊，哪个地方请他就到哪去，啊，所以我这个一生也过着行云流水的生活，哪里有愿哪里去，不在一个地方，啊，跟一切大众结法缘。啊，晚年求生净土，啊，专弘净宗，专弘无量寿经，夏莲老的回集本。啊，这个本子是李老师给我的，啊，也等于是有沉船，啊，老师嘱咐我。那个时候没有人学这个本子，他把这个本子交给我，我读了之后非常欢喜，我想讲，老师说不行，时节因缘没到，那时候讲这些话我都不太懂，他说你先好好收住，时候到的时候你再讲，
啊，我不知道这个本子有那么多人反对，也不晓得。啊，一直到老师往生了，很多人没有看过这个本子，我把它拿出来给大家看，每一个人看了都欢喜。那时候我在美国，啊，国外的同学都希望我讲这部经，啊，所以我第一次讲，好像在温哥华，第二次在旧金山，啊，前面这两次宣讲在美国，在加拿大，啊，以后这些讲记传到台湾，台湾同学找我讲，那时候讲台湾没有人反对了，啊，隔了那么久的时间，可是这些年来，我们依照这个经文，接受批评的人很多，反对的人很多，所以海贤老和尚给我们表法，给我们做证明。啊，这个经是真经，住是正知正见，依照这个经本修行，不会有错误。啊，大家心才定下来了。所以海贤老和尚大概就是等着为我们化解这桩事情，活到112岁，要不然他早就走了。啊，他给我们证明，极乐世界真有，为我们证明阿弥陀佛真有，48愿皆因往生决定是真实的，不是假的。啊，这给我们做证明，让我们的心坚定下来，不要有怀疑，很难得了，真不容易 啊下莲居的慧气真经，黄念祖的注解正知正见，我们依照这部经修行一点都没错。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学习到此地。